给智能施法给他改了，这电焊工一定得改着智能施法啊，不改智能施法特别不得劲儿。谢谢就要隔壁王。现在维克托被动就是那个核心的东西不加法强了，是不是？法强不加了。还有最后三十秒啊，想参与可以早点参与一下。Q 炸，我们有盾，不怕。这个位置点一下禁草，小兵打不着，看吗？注意耗血细节。A Q 炸。谢谢，我要英美达。咦 ？Q 进草。滋啦！哎呀呀呀！点错了。他们家什么打野瞅一眼啊，瞎着打野，那应该不怕，这俩人没啥硬控，打不死我们，只有点减速，他没法上来补刀，他一级学的 Q， 他一级不学艺还想补刀呢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学个定 Q 炸滋拉，我们走位走位，然后两个人定住，有相位猛冲，不怕死啊。 Q滋啦，你大爷的，我不闪，我定他，我都不用交技能，点一下滋啦，疾跑开起来，点，我有小兵 Q 炸，再点，你知道我有多少小兵？小伙子，我这么多兵，我一波兵加上一个炮车，你敢杀我？我们马上升级，这哈子赶上来就把他杀了。80+45，80+45，80+45，应该够吧？闪现滋拉 Q 炸！哎呦我操，滋拉空了，这滋拉，这波滋拉能空了，我没想到啊！他还要跟我秀，我走了。没滋拉到，哎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皮鞋咱出不了，先来个炉灯的小件，这样式的。吃不下猴哥，空了，我以为他往右走，但是他往下走了，好像。哎，那个滋拉其实不应该空啊，应该他往哪走都能中的呀。这空了属实是不应该啊。来定小兵，控一波兵线。升个E，狗头银16刀，滋拉 Q 炸，定小兵，滋拉 Q 炸，折磨他，就把兵线控在这里，他一个兵他也补不了。狗头现在 Q 几个了？ Q 了27个了。Q 的还行啊，点，我们这边马上升级，滋拉 Q 炸，给大招，定，直接电死，
丝了。这炮车很重要，一定得补到。小兵补不补无所谓，炮兵一个五级，五个小那个升级核心的，我核心很快就能升了。滋啦！吃他一波塔皮，差七个兵，一波兵正好六个。哎呦我操！难受啊！没关系，他以为我们没蓝，其实我们有蓝，直接跟他硬点都可以。我这么多小兵就跟他硬点，这就靠小兵打伤害，滋啦，吃一层塔皮，抽，炸，吃个小饼干，滋了他一波，马上核心升级啊，差两个兵。滋啦！再滋啦！这波小心点啊，这波得小心点，这波他升了。我们直接回家，不打了。回家了，这波八分钟不行。哎呀，差点钱，小戒指，这怎么办？等一等吧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虽然我们走的有点慢，等一等。有了仪式的章节我们就好打了，没有这章节我们蓝不够用。石头人可挺幼啊，石头人先滋啦他一波。你要补车那不可能，炸，再滋啦，抠，滋啦，他现在不怕死是因为我们没有鞋追不上他。这波不推啊，等，在这里等，把兵线囤的越多越好，然后塔下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。滋啦，都给大疾跑开起来，滋啦定，抠，炸，闪现，我们也有闪，问题不大。滋啦抠炸，我皮孩还出来了，很及时啊，这个皮孩。快点的，滋啦，再吃他一层塔皮，我们回家。炉灯了吗？炉灯1250，这不够啊，这还得再吃一层。没事，狗头人现在没闪现，杀不了我们，并且他粘都粘不住我们啊！收完兵回家，炉灯了。对，梦眼开大摸不了眼儿的，不是他操作不行，是他摸不了。梦眼开大了以后，眼儿是没有视野的。
你只能看到那一小块的地方，好像眼儿都是消失的。99，马上我们又进化一个核心，吃了，打的狗头人现在就随便打 Q， 查眼炸，定给大滋啦，点一下，哎，这大招怎么不跟走啊？我靠，这大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智能了呢？完了，来人了！啊！哎，刚才大招为什么不跟走了？我天哪！我没点人儿，天哪！接着没了，他俩应该吃不了我几张塔皮，没事儿。这波我们出炉登第一波，没杀得了狗头人，不太好办。这蛤子现在没有大招，啊，赶过来这个样子，滋啦 ，Q 炸定走位点，软弱无力，滋啦他，我不知道你俩谁给你们的勇气 ，Q 炸点，滋啦再点。查眼儿 ，Q 炸定，你跟我打，走位，你俩都得死。我们疾跑开起来，滋拉狗头人 ，Q 定炸滋。我们只要杀狗头人，瞎子一定往回跑。利用我们疾跑移动速度的优势将他杀掉，下一波狗头人肯定又得上当啊，我们就用这么点血把这狗头人杀了，信不信？滋啦 ，Q， 炸相位猛冲定，我操，他闪现比我好的快一点。滋啦 ，Q， 我的天哪，为什么他闪现比我好的快啊？他点了召唤师技能极速，不过我们把他杀了还行吧。他点了召唤师技能极速，他有启迪。我得来个美甲窃魂卷了，这还好你没信，我这不杀了吗？只不过我没说我们死不死嘛，对不对？你猜到了闪现扣，他跟我闪一块儿放的，正常我们俩闪应该是同时好的，他闪比我闪现好的快，少了能有30来秒还是40来秒，你要杀这安妮啊，可以杀，滋啦定 Q 炸滋啦，3、2闪现 QQ 炸瞎的滋啦，学 W 的走位走位走位 W 的定走位 Q 走位，买个以太晶魄，这波走位差点意思，没那味儿。
我两层叔还行吧，啊，没有叔了，我叔呢？叔刚咋没了呢？没事，我们掉了无所谓，也没几层。下去找小黄毛的。小黄毛已经死了，在我看见他那一瞬间，他人就已经没了，直接给到。哥拉 Q， 跑得挺快。Q， 哥拉接棒。他跟我们跑肯定是跑不过的，他只能跟我打。来打波击吧。等我们有巫妖就厉害了，现在还没有巫妖。来滋啦，应该中路来人了，收完兵回家。不止一个啊，的中路指定是不止一个，好几个。哎呦，下去杀小黄毛出气。这个位置有瞎子，我跳过来，我们弹右边啊，如果瞎子搁这儿打，他正好看见我们，但是贴不到我们的身儿。这蛤蟆明显搁草丛里头，想勾引我这一波，直接定走位 Q 给大接炸起跑走位。哎我这瞎子这装备可挺恶心人呐，暗行者之爪，狼了狼了，这波小狼了，这波还不足以一打二，我们有点脆稍微。啊，没声啊！刚才，我操！我说那么多话，刚才没声。滋啦！再滋啦！定闪现给大 Q， 滋啦 Q！ 哎呦！
哎呀，这蛤蚱呀，这蛤蚱！我无腰了，没事儿，还有四层可以接受。这蛤蚱别人不杀，就杀我，真难玩。但我巫妖出来以后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死一次。我不会再死一次，从现在开始。我的移动速度太快了，并且我的杖打人有点疼了，没有人能扛得住我三个杖。都炸滋啦！那炮车为什么不补呢？我滋拉你！我们站 ADC 后边啊，让他先被人集火，别急，我们站他后边，让他先上，我们不上，让他吸引仇恨，明白吧？让他上去装杯，我们不去装杯。在这等着，血我都不耗，好好勾好。疾跑开起来，来滋啦！哎呀，这个墙给我封路了。这谁呀？怎么主播完成任务还给我蹦了一下，弹了个窗口？哎呦，我天哪！上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随时可以杀，这拉 Q 炸给大定点死。哎，我给你开视野，这拉 Q 炸，我们先打狗头人，把狗头人给定住，他跑了。如果没有刚才我这个视野，梦魇空大了。先打条小龙吧，来把小龙先打了，我都没蓝了，我吃口纸。这回我们学聪明了，先出帽子。往后拉，炸！不知道这蛤蚱在哪里，会不会给龙抢了？还好啊，先去打个蓝，这波没蓝，我们伤害不够。别急啊，先别急，队友死了没关系，我到了，到位了，兄弟们，来先上蛤蚱。这边先定 Q 炸滋拉，不给大，别急。右边给大招，定安妮儿 Q 炸滋拉狗头人，点一下没死，我靠。Q 走位，炸滋拉，再点。Q 滋拉走位，滋啦 ！Q 炸死，跟我打，狗头人也得死。滋啦，蛤蚱定一手。哎呀，我操！
这小黄毛有点难受，有意先来个猫子，我闪现刚好，我闪现没好刚才，而且就即使我闪现了我也让人给意识了，你们就会说死亡闪现，我刚闪现没有好，最后一秒好的，你自己看我死了才好的，你不信。先去打个红的，油闪又降，又非得跟我降，又非得降，好，我给你看一眼，行不行？又非得降，我给你找一个位置。来，自己看啊，八秒吸地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了吗？没好吧？受没有？我这眼瞅着没好，疾跑开来 ，Q 炸，闪现！我操！这里头怎么有狗头人呢？哎呦！兄弟们，我让人埋伏了，我让人偷袭了，先走一走吧。美甲的窃魂卷可能就此要收尾了，拉倒吧，美甲的窃魂卷不要了，把猫子给他除了。还好对面没打大龙，就赖你们，本来我都不会死的，我搁那找东西完事，我都不知道那里头有人，我都没瞅，这边本来都不用死。让我分心了，买个针眼儿，还挺委屈给你们，还我的，真事儿的，你一个人打着打着分心了，我跟你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，这是。很快一切都将改变。安妮儿没有血，可以追。我有加速，滋拉大。没事，他秒不了我。大龙可以要，大龙可以要。对，扫一下。这针眼我们插的，眼前给队友啊。往左边靠，夹着一定是从右边来，往左边靠。来，给定。小龙要不要？兄弟们，先上路支了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小龙收了，斜向支了，正好能吃到炮车。回家，出个小法穿。这边去快了呀！石头人有闪，可以，我到了，滋拉给大 Q 定接炸，先杀瞎子，再平 A， 来滋拉 Q 狗头人先死炸，滋拉减速，哎呦我天哪，可以全收兄弟，哇抓 Q， 抢我五杀了这个。这边他们不杀的 ADC， 我是没想到，杀个维克托没什么用。ADC 蓄积环境太好了，这波。来个女妖吧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别蓝给留一手啊！打个蛤蟆吧。这怎么还这是这
膨胀了，这是要起飞呀、啊！我这一看，这怎么蓝还要？给打 buff。我把这法穿帽做了，做完以后我们再做一个女妖就可以了。我是第一个现身者，有了龙魂就好办了。现在这个小黄毛我不好杀，滋拉走呗。出炸给大，滋拉狗头人，疾跑一开，别着急，这个瞎子可能要踢，有点吓人，不知道这瞎子搁哪啊？飞的，哎，好大！哎，这刚才这个位置能勾着我？我是从这儿来，走到这儿。然后我们斜向走位走到这儿，这锤石从这儿勾这儿，我没想到这居然能给勾着我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你确定你们俩扛得住吗？滋啦，你这回还能勾着我？出炸，锤石死了，给滋啦 Q 炸定，给大，哎呀空了，让他去电小黄毛。我操，他能 Q 这么远？哎呀，查不查？查，他从这儿抠到这儿了，给我抠死了。还是有点脆，这贝克托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血量装备，有点脆。等我们出完女妖就好办了，啊，出完女妖就好办了。就能打个技能了。这把土龙龙魂其实还好一点呢。谁把这红拿了吧 ？ADC 把红拿了吧。Q 大滋啦！来来来。来呀、啊！来，你吃了，给他勾，这波给他勾。哎，对，架枪，走呗，随时能走。好大，滋啦，给大顶，先保养 ADC， 滋啦 Q 炸。闪现 Q 炸，滋啦给定，小黄毛往哪走？练他，滋啦 Q， 炸不到！哇，石头人这波确实是可以的啊，我们 AUE 拉满了。Q 炸定，点向位猛冲，然后猛冲吸地了，那 Q 炸吧。蛤子尽力了。